相较于昨天哦，泰迪在上一个球季啊，面对魏权龙队也仅仅只有过一次哦，但依旧投得非常的理想啊，拿到了一胜，七局只被打五支安打，哇，也投了高达十 K。东哥一讲完之后，观众也觉得说他们之间的默契。嗯，哦，你看泰迪会说，你看，相信我就对了。他超有自信，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，目前0-3，龙队落后给中信兄弟。比较扩大起来了，扩大、嗯，没有啦，大家一起看球啦，其实、啊、这就是一个休闲娱乐。我们当然还是最尊崇就是东哥，但是我们大家一起，包括聊天室的朋友，大家就一起转播，一起看球，这就是看球推举的一个最大的魅力。喂，这时候三振出现啦，这也是今天泰迪所投出的第二 K。如果是变成苍蝇就完蛋了。结果这个球挥空、嗯，最后还是把张振宇呢给 K 掉，再来一 K， 现在形成两出局。这个纵向的一个下坠啊，非常漂亮啊。哦，所以这个球就厉害了。泰迪的三振呢，他就想说他以前要不要需要推销农药。啊，他突然丢了这个问话题给我哈，我一直思考啊，还想不出来要怎么去回答他。是不错，因为分数也拉开了。这个球挥空，泰迪三振呢，从第二轮开始就慢慢的恢复正常，这是今天的第五 K。球还是引诱形成的非常的理想。哦，直插球的一个手感也慢慢找回来了。嗯。哦吼，泰迪说我要给呢，真的厉害，交给我来三振了。今天的第六 K， 哦，这个、笑容 K 到会笑呢。啊，今天的泰迪是比较慢热型的。哦。这球要打真的难。那主要让他有比较好的一个调整状况，就是因为他的球路真的是比较多元化。嗯，为了让大家开心。哦，这个球挥空漂亮，哇！泰迪是把三振完全补回来，还在笑，太厉害了！结束这个半局，目前龙队是0-9落后。球速良好一坏，除了反指标还真的蛮臭的。又投出了一次三振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他跟老佛爷有说有笑之后，居然第八局又上来投，所以等下第九局再看到也不要太意外就对了。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像这个打击，其实球也都能够到这时候都还压这么低、啊。突然严肃起来了。嗯，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不容易记录的最后一步，有了！哇，太神了，我讲到，真的太精彩了，真的是最后用第九 K， 哇，非常精彩的投出了今年球季，那也是差不多两年啊，等于从去年到今年，中信兄弟的。第一次的一个完封，那加上又是一个无四子球，加上今天最后是九 K， 泰迪也相当的振奋，这边也恭喜泰迪，当然也恭喜中信兄弟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频道哦。